世界在变，寻找生活中的智慧和快乐不变。换一种心情，就在快乐驿站。自己办家幼儿园，我呢，我还是站起来说，我今天啊就是冲着你们这家幼儿园来的。我先看看你们幼儿园啊，是，你们这儿的建制全不全啊？建制多了，你看我是老师兼厨师兼保安兼幼儿园园长。我是保育员兼会计兼办公室主任兼卫生员。得了，就俩人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呢。我可不能当麻雀呢。作为幼儿教师，都检查身体了没有啊？哎呀，主任呐，那就咱这身体，还用得来检查呀？多充实啊！没来这当老师的那会儿啊，我在一座大楼里干活来。30多层的大楼啊，我从一层一下上到38层，我连口大气都不喘。你干什么活啊？开电梯。那是不喘。平常都教孩子学什么呀？我用普通话教给孩子们背诵诗歌。你能说普通话？您不信，我用教学成果向您汇报。来，主任，这边请。您呢？站好了，闭上眼睛听着啊！小朋友们，咱们现在用普通话背诵诗歌。那那那。你连这字都不认识，你愣教小孩？哎，主任，他普通话吧是不标准，但是我教数学老标准了。哦，你还教数学？主任，我呀，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数学家。从小啊，我就钻研数学。哎，他下过大功夫啊，就是一年级的算术课本，别人学一年，我是一连串学3年。两年半的，对呀。我给你出一道算术题，你给我算算啊！说大白菜3毛6分钱一斤，3斤半大白菜多少钱？你这题出的这也太简单了。你算呢？一斤白菜3毛6。对。啊，3斤半白菜。啊。你给人3毛6，肯定不卖你。这还用你说吗？师傅，我会算。你会算？3毛6分钱。3斤半白菜卖1块，2毛6分钱。5斤呢？1块8毛钱。6斤白菜卖2块，1毛6分钱。7斤白菜。行了行了，你怎么算的这么清楚啊？我妈是卖白菜的。爸，你干嘛呀？等等会儿，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我爸爸是送牛奶的。我爸爸送我牛奶哪儿都去过。你都知道哪儿啊？我知道。中山路、建国路、向阳大街、平安路、横向小区、柳树小区、城广小区、蓝天小区，还有你们家住的3道河小区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家住3道河小区啊？我给你们家送过牛奶。宝贝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呦，孩子真是太聪明了，这么好的孩子。要是没有个明白人教，可就耽误了。谁是没有明白人啊？我就是个明白人啊。你？我不但负责教他们文化课，我还教他们艺术课呀。你还教艺术课？
我有个艺名六小灵通。你演猴？不，他翻跟头，那跟头翻的贼拉好。我这不是吹的，哎，就把衣服给他翻的呀。眼睛看不瞎了，楼板砸塌了。哎，是主任，他唱的好。哎，对，还要不提醒啊？我还忘了，我要一唱啊，哎呦，人们都说那声音呐、啊、绕着发亮，转圈儿啊。那叫余音绕梁。谢谢您绕梁绕梁，主任，干脆我绕您一段听听。来，哎呀，您坐好了，您坐好了、啊。您请坐。我可唱的啊。辕门斩子，杨柳郎的一段唱，这小孩能懂吗？小朋友，知道杨柳郎吗？我知道，杨柳郎就是一只羊和六只狼。那可都不对，杨柳郎是鸭家将的故事。你还真知道？我不但知道，我还会唱呢。对，哎，给叔叔唱段河南梆子。说你们唱的不好啊，好极了，你们都是天才。哎，主任，你别看这些都是孩子，这将来都是有用的人才呀，这是未来的常香玉呀。哎，他要成不了常香玉啊，主任你得负责任啊。这是未来的宇航员，那将来能在月球上翻跟头，他要上不了月球啊，你得负责把他推上去。这是未来的李嘉诚，将来中国的首富。他要成不了首富，李嘉诚有多少钱你得赔他多少钱。对，都找我呀。那谁让你要封我们幼儿园了？我们不找你找谁呀？叔叔，我不要。谁查封你们幼儿园呢？我们查的是那些打着半圆的旗号骗钱的假幼儿园，你们呢是一心一意为了孩子，这些孩子也是未来城市的居民，他们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嘛。所以啊，今天我来咱们幼儿园就是为了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把咱们这儿办成一个合格的幼儿园。给你们带了几本幼儿教材，你们先看看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。谢谢主任。快乐一张，快乐一张，快乐一张，好好看。